大家好，我是 Crazy Baby，欢迎回来收看我的频道。OK，我昨天呢就 upload 了一个 video，是介绍如何制作电脑版的 intro。intro 就是视频的开头，就很像我的那个每个你看到我每个 video 一开始看，你就会看那个 Crazy Baby Gaming Lot 那种的蓝色的 video。我今天就介绍，因为很多人在 Facebook 问我，就要如何利用电话的 apps 来做。今天我就要介绍大家如何用 KineMaster 这个东西，这个 apps 来做。首先，你们就去，Play Store 过后嘞，然后你就去 search KineMaster，然后 download 它就可以了。download 好了，如果你 download 好过后，你就去 YouTube。等一下啊，OK，去 YouTube 找。Short wave intro no text，这边就很多种，看你喜欢哪一种，然后你自己慢慢选哦。时间关系，我就随便找一个，没关系，这个有吗？这个有，OK。OK，我们就去 Dropbox，这个是 Dropbox 网站，按这个。按上面这个 download 的东西，然后 direct download 就想用电话 download，然后或者是 save to my Dropbox 也是可以，然后我们就大家来耐心等待下载吧。哎，我们的 video 就 download 好了啦，现在呢我们就直接来教学，就是用 KineMaster 来制作 intro video。OK，现在你们就打开。这个不要理他，这个我之前做的 project 来的。OK，delete。OK，按这个，你有看 get started 还有 skip。get started 就是，他会教你教学的意思啊。我们就按 skip，因为是我教嘛，又不是他教，他教很费时间，你听我讲就很快啊。按 media browser 去 download，因为我这个 video 就是这个，然后按这个，然后你们就可以看一下你们要如何加。通常都是看到这种有波样子出来的东西，通常你们就是把字放在那边哦。要想放字就按 layer text，你们可以打自己频道的名字啊，我就放 crazy baby gaming lot，OK。然后来这边，你可以换它的 text font，然后还有 animation 就选 pop，信我没有错，就是这样简单。然后 text color 一定要换，换你喜欢的颜色都好，总要一定要换，换了才美。OK，现在就是调位置的时候啊。OK，好了，过后呢就按这个，然后就一个 untitled，然后就按这个，然后你看它 save video to gallery，就 save 哦。然后你可以买的话，你买的话就不会有 watermark，没有买的话就有个 made with KineMaster 这个字。因为我很少用，所以我不打算买。有 Full HD 是1920x1080的 resolution，然后 High Definition。High definition 就是1280x720，然后如果你这样子 video 就是在 YouTube 就是 720p，Full HD 在 YouTube 你就看到 1080p，Low quality 就是 360p 哦，然后 Full HD 好了，
我们就来 Xbox Full HD 啦。这样简单的教学就完成了，然后呢，希望大家会喜欢，喜欢的话就 like、share 还有 subscribe 三个的东西啊。然后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提出问题，你什么问题都可以，关于剪辑啊，或者是录制 video 的东西啦。如果我会的话，我尽量答复大家哦。OK， 今天到此为止，拜拜。